12个。那我起飞了，他这样玩。 三顾茅庐。我操！蛤蟆都在。四顾茅庐。 这么喜欢抓上吗？双排的吗？不是双排的，你就不是人。双排的，他俩一把没打，不可能这么巧。我直接把这仨全吃了。 所以说，感觉他俩双排了嘛。Double kill。还回头给孤立，哟。啊！我靠！防过野去了。 吓死！不是，我就打个黄金包天。哎，哥们儿，你没看到我吧？啊？我就打了一个黄金包天，你咋想这么多啊？我前几天都是打的那个大师，而且都是一 MP。昨天打到。 玩二的王者局，两夜 MVP。这赛季初没单子，单子少了，什么分段都记。我如果单子多到让我挑段位，那我肯定不打了。 想打低分段也是打打翡翠。他会不会变菜这种东西不能说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你一直打高端局你会变强。 我自己号下次再冲，今年这次冲不了，今年有经济压力。你在想什么啊？包天是，你像如果是翡翠还行吧，你像如果是白金、黄金的话，那就是6小时。你如果是钻4的话，就可以8个小时。 你钻48小时，也就能上个差不多快钻1、钻2、钻1这种。它并不会就是因为导致我这直接打一打，到时候排的分段特别高了，但是我给你收的价还是还是按照原来的价格那种。 包天不能包太久，你可以就是打完再按，比如说这号上到什么段位了，原来是钻石，现在大师了，然后你想继续再整，那就按大师的价格再算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他这个减攻速好抽象。 不进化 Q。 哎，现在这个先锋是不是按照我鼠标的位置算的？我想知道我上这个先锋的时候，他那个是谁在狗叫？是先锋在说话吗？ 他肯定要来的，他不可能不来的。好了，误会。二蛋也是怕我被搞到心态。而且主要是我不是也理解错了吗？对不对？现在都是优惠。现在是大师65，钻石的话，钻一、钻二是60。 钻四、钻三就是55这种，再往下就是50了，50最低标准了。你他妈怎么踢下去了？我操！啊？什么情况？好卡呀！1小时啊，不是1把。 这价格已经算是黑奴价了，说实话，真的，在代练这个行业已经算是黑奴价了。要不是没办法，缺钱不会接这么低的。我如果真没单，正常来说我是抽号的，我是不可能接这么低的，但是我没办法了。 主要是接那种低的，真的，它有一些，它有一些，你这种低价的，它有一些，它事多，知道吗？你如果高价接的话，它反而，也不是说高价接，就正常价格，甚至是高价接，它反而客户的一些要求，它不会那么就跟你要求那么多，有一些就要求特别多。 卡死我了呀！我操，卡死了！嗯，我没打到他吗？